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！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，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，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。 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"一国两制"，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，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，保持香港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，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 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、压迫、奴役我们。谁妄想这样干，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。